每期饿了的时候，好吃吗？好吃，你要吃吗？我不吃，你吃。轩怡饿了的时候，买了鸭翅和鸭脖，大家快来吃呀！一会儿还有奶茶呢。超越饿了的时候，超越外卖到了，回来回来回来。快过来吃！推推推塔呀！大娟饿了的时候，好饿！哇！吃完了吗？吃完我收起来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又饿了。小七饿了的时候，小七，你要吃东西吗？我不吃了，你吃吧。子宁饿了的时候，子宁，子宁，外卖到了。外卖在哪？在哪？外卖。撒蜜饿了的时候，好饿啊！还有别的吗？有饭吗？我要吃饭，咪咪饿了的时候，咪咪吃饭了。这是什么肉？这不是牛肉吧？不是。好。父亲饿了的时候，这谁的呀？亚米的。彩虹饿了的时候，上个厕所。